老板，我有一份薯条。超贵！你在麦当劳打工吗？你为什么要自己偷吃薯条嘞？超贵！你手上拿的是什么？上班不能偷吃东西。你个熊巴掌偷吃那个薯条，你爱晒啦！叫人嘞！上班你有什么上班偷吃薯条？超贵，就是你，超贵。小朋友，装作没听到。打工啊。你打什么工？工打工。好了，上班了，再回去炸薯条，上班。去炸薯条啦！去哪里啦？去炸薯条啦！上班啦，陈老贵。上班炸薯条。拜拜。去炸薯条。拜拜。拜拜。你看起来没有要去炸的样子。